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咱关心台湾的选举已经两礼拜，开始就要来关心到咱最主要的盟邦美国。台湾选举来拍头阵，美国的选举在一月底就要来临了。那么 ，Trump 甲拜登恐惊又搁再对呛，搁刀哥对到咱台湾是朋友问吗？咱今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静怡。主持人，大家平安。那么第二位，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童肖雄。主持人，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现在要来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当然跟台湾有关。共和党在 New Hampshire 这两州呢，开始就前总统的 Trump 佮摕到胜利了。另外一方面，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伫总统府接见到美国台商协会的这个访问团。I signed a pledge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and I will honor that pledge. He has my endorsement because we can't go back to the old Republican guard of yesteryear, a repackaged form of warmed-over corporatism that Nikki Haley represents. 话攻击其前总统 Trump，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已决定退出共和党初选，曾经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甲 Trump 咧竞争。不过 Trump 伫爱荷华州赢头一场初选以后，伊阁一届伫新罕布夏州的初选摕到超过半数的选票，是共和党历史上的头一例，嘛代表其抗议是美国总统大选 Trump 真有可能代表共和党，甲现任总统拜登阁一届对决。不过，去年 Trump 才伫媒体专访的时阵批评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的工课，引起不少争议。美国量化专家格莱伊这几天也伫社群媒体批评 Trump， 嘛提醒台湾爱细致。But remember this, Taiwan took smart, brilliant. They took our business away. We should have stopp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x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riffed them.另外一方面，为着强化非官方伙伴关系，美国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通过美台快速商定税收减免法案。咱即届大选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其实也伫总统府接见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副总统赖清德表示感谢，希望今年法案会当顺利完成立法，和台美的伙伴关系搁进一步深化。台美之间的侪侪交流也显示，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会影响台美中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这個新闻，大家必须要更正哈，这是美台商业协会来访问台台湾哦。那么首先，咱他看这個新闻大内面哦，咱看到 Trump 讲就一种话，其实哦，伊讲话起起倒倒嘛，唔是讲头一届啦吼。但是事实上，咱先来看讲到底，伊在伊总统任内做了什么对着台湾的代志，咱首先来看。2018年十二月签订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将台湾纳入了印太战略一环。哦，这是头一个。2020年的三月份签署的台湾法案，这法案内容是保护台湾外交纳入了美国的国内法。哦，2020年的十二月台湾保证法。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来遵守台湾正常化，协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任内十摆对着台湾来卖这个军售啦，吼。另外提供哦 ，American First， 啊，爱会制造业嘛，爱回流，加速推动台积电来甲美国设厂，半导体全面美国制造，吼，这就是咱大家讲的，讲 We should。Take a break， 就来提上来，哦，啊，2021年讲，一月份国务院吼取消对台交往准则内规的限制，就是讲伊的高等的官员来互访，
在这里要来问哦，那真侪观众朋友头一个直觉就是讲，到底相选调较好？咱吼，咱卖讲，咱唔是外交人员啊，所以四位哦，拢会当讲啦。来，林老师，一般来讲啊，吼，川普伊四党内底吼，台湾的人民就认为伊对台湾较好。啊，这个是一般的印象哈，但是并不是安尼啊哈。虽然讲伊阿伯正式做总统，都做啊当选美国的总统的时阵，以这个2016年12月，伊都接蔡英文总统卡好伊恭贺的电话哈。这个是历史上一个以前无记录啊哈。所以大家都认为讲川普对台湾做好，但是。伊受到中国足大压力，伊上大的目标就是即个中国大陆。伊捌安尼讲啊，讲伊即个白宫的办公桌的顶悬呐，遮尼大都是中国啊。中国地图啊。啊，台湾吼，都啊这个笔的笔尖呐，吼。Points。所以伊的一挂幕僚完全拢知影讲，川普，你盖好卖以川普的面头前讲着台湾，吼。一直到都无看我的表情，一直到这个美国甲中国第一阶段贸易的协定结束了后，川普甲开始吼有对台湾小可较好吼，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新冠疫情因为伊要竞选连任吼，所以伊就来归咎这个中国啊，也是。四周围的幕僚就开始对台湾有较好的一挂政策吼，比如讲派这个卫生部长 Alex Azart 到台北来吼，啊个派咱头先看到这个国务次卿Kerry Clark 吼，伊又拿到台湾来吼，但是虽然讲伊捌有签署这个台湾。看起来拢真有进展的感觉，但是咱知影咧讲，即个美国国会啊，美国国会吼，有对台湾足大足大的影响，加有足大友好的动作啊，所以川普我问啊，以即个情况吼，伊来签署，伊签署的时阵，拄拄啊有一个副助理国务卿来到台湾，啊，伊就唔是讲做欢喜啊，吼，即是头先咱有讲的嘛，差不多是2018年。所以咱就知影，咱要分析个好势。川普总统伊本人，甲川普伊周围的一挂幕僚是无共款。伊个幕僚是对台湾真正是做好，包括即个前国务卿Mike Pompeo 吼，原来是对台湾拢做好。啊啊啊！这是咱对一个人甲伊个团队啦吼，啊，佮有一个中国人规划着即个美国啊这。变作伊是中国顾问，迄些医的吼，即医生的。但是大家到底啊，即个阿强啊吼，中国到底是较介意美即个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就来请教了唐院长。即个问题吼，真复杂。所以有三个人拢会上讲的。有几个战术吼，第一个内在条件。第二个外在环境，啊，还有呢，川普的个人特质，啊，这东西真歹讲的代志啊。告诉讲川普哈，以动算的进程，人真侪人在讲哈，伊唔是新任的总统。伊是新一类的总统，伊甲以前的总统拢无共款 ，alternative， 拢无共款啦，拢无共款的所在伫多位呢？民粹主义，哎，啊，都民粹就是讲反历史、反现状，啊个反帝国 ，anti-intellectual， 差不多了，反嘛反精英，伊拢用个咧病毒。啊，要甲你反对啊！他，譬如讲，一言不了，甲伊讲啊，这个普丁啊，这是歹人，
啊，伊拢无咧信咧，伊讲诶，普丁是好人，是安怎讲咧？普丁吼，伫伊个选举个时阵吼，唔甲伊支持，是原因伫倒？原因伫讲，普丁是讨厌迄个希拉瑞，希拉瑞有一阵讲，以前吼，伊有讲过，普丁选举坐票。所以，唐英俊，你的意思是讲 ，Trump 干那是无是非有立场的人啊？都是伊的立场，都是伊家己的看法。伊的无聊，一定是该提意见给伊。啊，不过伊无要插，他是单独算作杀未掉的总统。杀未掉，都是安尼。啊，今嘛呢？唔知呢。都是讲伊的不确定性。足悬的哦，这是起码是澳洲的伊的朋友哈，德国啊、法国啊，说哦，足紧张的，伊个别来啊。以前伊都讲啊，这个哈，我挡袂掉。迄个以前是梅克尔时阵，梅克尔都跟他老师咧，跟他教授咧，那教授教这个学生，哎对，讲你安尼这嘛唔对，迄个嘛唔对。啊，即马咧，唔知咧，伊可能已经有一寡经验嘛，哦，伊可能较了解，国际形势，要唔过唔知咧，伊是足歹看透一个。即台语咧讲哦，马有料，人无料，啊 ，Trump 佫较无料啊。都是安尼，都安尼，你看即个人。你安怎甲判断？啊，奈何三声呢？都是安尼啊，都是安尼，做歹讲的。你一定，我想吼，这个外交吼，一般来讲，咱即马就是台币关系嘛，这算外交的部分嘛。外交一般就是伫个现实的利益、甲道德理想当中，大家咧摇摆啦吼。啊，大家国家拢会去找，伊到底伊要外交是要向，到底是要争取较济伊。本身的现实利益，也是伊较注重国际观点，因为大家拢在看你。那尤其这种大国，这种大国影响力较大。咱即款小国当然就是爱看这个大国，伊到底要向行即对一条路。啊，较多两位先前拢有讲啊，吼，就是讲，尤其是这个川普哈，基本上伊是较歹、较无稳定啦，较歹去预测。就讲伊到底是会行什么款的路。啊，对中国大陆来讲，对中国来讲，若是选，感觉川普较好，伊的风险较大。那风险，这就是讲嘛，风险较大的意思就是，你会使得到较好的结果，嘛是会再得到更较歹的结果。大好大歹。大好大歹。啊，拜登理论上，啊，伫个这个两个路线来讲，伊是愿意。承担国际的责任，交过去看到的美国的外交是较成，啊，欧洲伊也愿意交即个盟友、即个朋友互相来协调，甚至也愿意，因为伊要做老大，伊也愿意出钱。但是川普唔是，伊是要做老大，但是伊无想要出钱，伊叫恁即个盟友、即个朋友拍摄，你爱出钱，好，所以啊，但是呢，就是讲伊。对，较多咱讲嘛吼，就讲中国大陆也要选伊，就是风险较大。但是，这得看中国是安怎去判断川普，还是讲伊的风险，佫有一点就是讲，伊也开出来介绍中国付得起无？这嘛是重点嘛。就讲好啊。啊，相对来讲，伊咪对咱台湾开介绍。当然啊，所以就是讲伊的较歹预测，就是讲伊的风险较大。但是你有办法。交伊的方向是对的，就讲伊的看法是对的，就是讲两位先生感觉讲，伊的是非就是伊家己的判断，你也使抓到伊的想法，交伊的利益是符合的。无定，你就会使过到足好个，但是重点就是风险足大。哦，这风险足大，大家听了有头，张老师。比较川普加拜登两位吼，以前一个是以前的总统。未来可能变做总统，一个是即卖的总统，但是嘛有可能继续连任。比较起来吼，第一点是吼，拜登总统吼，任内四遍讲过，伊要出兵保护台湾，加速中国打台湾。但是咧，
川普是至少到即马为止吼，伊无表态，伊毋捌讲过，伊毋捌讲过。未来有可能讲，咱希望啦，但是至少对着伊的口味呢。对，至少为2016年到即马，我毋捌听过啦。所以这是第一个足大的无同。对美国总统来讲哦，伊是世界的领袖呢，伊讲一句话毋是凊彩讲，而且拜登总统是讲过四遍的，而且记者佫问，欸是毋是我有五届你的意思？无，伊就讲我的意思是足确定。第二咧，川普吼，伊咧厝内面的人吼，其实关系甲中国的关系是足好的，这是一个事实。哦，这当然无一定违法。咱就看见伊查某孙啊，佫会背东西咧。对哦，当然吼，美国有一个足出名的记者出一本册吼，中文的册名叫做《天下大乱》。哦，伊就。完全就下讲，川普做总统以后吼，中国是安那想办法吼，甲伊个厝内面的人吼发展关系，吼去影响，哦，这是一个事实啦。当然无一定违反美国的法律，但是至少代表因这方面甲中国的关系吼，是超过90%以上台湾人的认知。第三点咧，就是吼，即马。蔡总统五月伊就要卸任啦，就换赖总统。但是咧，这几八年来吼，台湾甲美国嘅关系，讲实在，我个人嘅观察是闹热滚滚，但是咧，真正实际上嘅帮助，真像先进嘅武器，真正军事嘅合作，吼，真正重要点嘅贸易嘅协定，我感觉是少。所以咧，未来川普国起来以后吼，是毋是台湾对美国爱有搁较侪嘅配合？亲像过去大家知影美国嘅地缘嘅问题，哦，即马国民党就反对。当然，国民党反对有国民党嘅理由，即咱今仔日唔是咱节目嘅主题。但是咧，未来加速川普要求台湾嘅贸易。经济爱牛波，爱牛波，爱较做较侪嘅配合。迄时阵，台湾面对一个三党未过半嘅国会，这当然是一个足大嘅挑战。第四咧，就是大部分嘅人感觉，亲像头拄啊主持人讲嘅，对川普嘅印象是较好。林老师嘛安尼讲，但是咧，实际上吼，是川普嘅官员对台湾。较优先，一般人无。好，亲像川普的副总统，大家知影 ，Pence， 哦，伊个国务卿，那大家拢足介意，哦，足欢迎伊个 Pompeo。其实咧，甲川普本人的关系拢足歹，这是一个事实啦。是个冤家。对啊，每一个对川普下骹做代志的人吼，可以讲哦，大部分拢甲伊冤家啦。关系落尾啊，都歹。伊做四年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嘛换几下个。吼，代表讲伊这個人吼，当然无一定是啥人唔对，但是代表吼，伊这个人的政策，吼无确定的所在较侪。亲像你即马拜登总统就好啊，伊即马总统要做差不多四年啊，国防部长啦、国务卿啦、吼国家安全的顾问，啊，这重要的官员，拢是同款的人。代表讲，伊这个人不管如何，较稳定，伊领导这个美国，领导哦这个世界吼，然后基本上，予大家感觉较有信心。至少代表讲，我讲一句话吼，无讲我明日随便改，吼，但是吼，川普就无一定啊。吼，伊一个时间讲，哦，普丁吼，俄西亚总统是我的好朋友；一时啊讲，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哈，一时啊嘛讲。金正恩嘛是我的好朋友哦，每一个拢是伊的好朋友，但是拢是美国的敌人，那有这种的总统？但是伊就感觉讲，伊个人吼，吼是一个天才，伊个人起来吼，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嘛有可能啦。但是伊这种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啊，唔就跟台湾问题去解决。是，但是伊解决问题吼，是唔是徛到？台湾的利益，还是完全徛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伊个人的利益，这就唔知影。
好，佮个人的利益导向嘛，不一定是钱啦，不一定是迄个财务哦。但是伊个人的利益可以一些历史嘛，亲像伊甲金正恩见面，这是美国总统第一遍甲迄个北韩的领袖见面。哦，伊就感觉历史上就是我一个人会当处理这种代志啊，对不？但是即马北韩嘛开始硬起啊，哦，这个军事的行动足侪，所以咧，川普起来不一定哦继续。甲北韩有接触，但是咧韩国就紧张啊，是不是咱爱做啥物让步？因为韩国甲美国嘛有经济嘛有贸易嘅问题呢，哈，所以咧我看世界各国讲拢咧出来等嘛，当然安尼讲是较受过头啦，但是吼对即个新嘅美国嘅政治发展吼，咱台湾啊，因为咱无国际地位，甚至日本、韩国都袂要紧啦，伊是正常嘅国家。好，咱台湾第二咧，咱的敌人非常之大。第三咧，咱台湾即卖政治吼，一个新的局势，就是亲像过去是民进党完全执政，完全执政，至少是行政部门甲国会吼无啥问题。但是未来咧，我看吼，这是咱台湾人吼要注意的所在。咱稍等再来讨论哦。刷来，我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是安怎在美国会出现种政治人物吼？他都啊同意这样讲，即 alternative， 即另类的即个总统。其实我会记啊，足早吼，啊我少年时阵啊，佫出现一个 Perot， 吼，是种。但是迄阵是感觉讲啊，即个系列的即可能无效。但是即个人虽然迄阵时也有出来算过，但是即马即个时啊，阮啊命会穿起来，到底？美国即马现主席是安怎会出现这种人？这头一个，第二个是，有人拢问讲，美国总统是拢无人啊吗？拢迄个七老八十的人出来选？因为这个东西民主啊，吼，这个民主的过程内底，当是考验，但是这个民主和作者无可能的代志变得有可能，吼。咱知影即个川普啊，因为那是靠着民主，一个州一个州，尤其是2016年，好，所以是完全都无法度讲，唔是讲即个天落落来，哎，唔是去做假创啥来，即完全都是靠即个即个民主的规定来底吼。啊，以即个规定来底，咱就知影讲是安那即届即个川普也阁有可能出来，因为即个。2020年十一月的选举啊，吼，川普有一种的想法跟讲法啦，吼，就是讲伊本地会当连任，只不过被做票，即个海外作者即个邮寄，所以就是讲，伊一段时间是认为讲伊已经会当连任，但是落尾伊就输，吼，所以这种的看法并不是跟川普连任。到今仔日为止，有那有超过50%-60%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因为是认为讲2020年这个川普，所以以这种情形的看，的足侪人会当佮赶快来支持川普。川普有那有这种这个形象啊，吼，伊靠法度做这个决断呐，吼，做决断。而且伊有甲普通的政治人物较无共款，吼，即个咱看起来讲，原来是共款民主的过程，像前礼拜即Iowa New Hampshire 51%，吼，即马退出去的即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是21%，共款伊即New Hampshire 甲伊竞争的即个黑利，19%，吼，但是。今仔日以这个 New Hampshire 这个出现啦，吼，黑利加这个川普有接近，吼，但是阮那差不多是55%对43%，吼，但是咱就知影讲吼，差不多这黑利，包括伊过来就是伊这个州啊的出现，2月24左右，吼，这個、南卡罗来纳州，所以个。差不多有一个外月时间，这个黑利一定更赶快，加这个川普来，会个竞争落去，但是
到差不多三月七，他三月七号有一个 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超级星期二，十四个州，要来选举。诶，结果我看这个川普差不多到三月七啊，就当确定这共和党啊，会来支持这个川普哦，啊，其他人慢慢一个都退散哦。所以，那是民主啊，这个规定来的。啊，就是讲川普有那有伊的魄力啊，有那有这个可预测的地方，唔是讲完全都无确定啊，吼、哦。所以啊，伊可预测的地方就是讲，伊是一个关税人呐、啊。有人安尼形容他的绰号，就是讲伊啥物都要来拍关税，吼、哦。所以你认为吼、哦，tax man， tariff， 哎，不唔对，嘿，就是讲外国的这个货品进入到美国。要打关税，这关税基本是10%起跳，所以伊就是讲，对中国来讲，我感觉中国已经足紧张了，因为讲伊差不多有将近四冬，慢慢来适应这个拜登，哦，一挂这个美中的关系，啊，慢慢有改善，啊，即马个川普，哦，川普因为有讲到咧，讲有可能来取消。美国甲中国这个正常的贸易关系啊，哈啊，即个我们足侪即个众议院共和党啊，包括即个黑里，我们就赶快啊，就认为讲爱促销啊，认为讲即个中国是足大的威胁。未使讲最悔过的太久啊。所以按讲这点，我就认为讲会当预测啊，哈。啊，另外就是讲以即个乌克兰啊、俄罗斯啊关系。我那有可能，我那我都改观。伊铲就甲切落去。啊，伊最主要伊用的方法就是讲，要来停止，还是减少大量的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的援助。哇！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最近这几日啊，真正是足紧张啊。困未起啊！困未起啊！认为讲吼，足想讲要甲这个川普伊四周围的人会当来接受。可以当了解，好，这个乌克兰的重要性。但是另外，拜登是邀请这泽连斯基去美国，希望会当来说服美国的一挂这个国会议员。因为接受伊的邀请，川普就讲你接受的安尼。对，所以咱原来爱知啊，台湾原来是比这个。赶快出境。川普哦，来点名，来讲台湾足聪明啊，哈啊，未足美国足侪这个啊。这个半导体啊，做这阿东吼，那像是占美国的便宜啊，吼，咱能够看到的讲，这个郭台铭本来以 Wisconsin 要来投资，结果，对啊，所以对川普来讲，就是讲其他的国家吼，您盖好啊，应该爱增加这个国防预算，像这北约的国家，北大西洋公约吼，还是像韩国吼，像日本吼。当然有一部分的国家已经是安尼做吼，啊，但是你按讲怎样讲，川普大的方向啊，你按讲提早来调整，安尼我就认为讲会当来管理这个冲击啊。哦，所以也是有大事会当做就对啦。唐院长呢，已经吼有美国的学者吼加媒体，哎，来比较。川普跟希特勒，我看一都好人都惊着呢。哎，那我美国的学者安尼比较呢？伊比较是啥物呢？是讲真侪的美国的人民，伊想要一个强人出来，强人政治。啊，以前希特勒嘛是安尼啊，伊是嘛是算的啊，伊嘛是民主，一波算起来啊。对啊，啊，即马嘛是啊，伊是讲，伊老百姓，我着真济个老百姓吼，伊咧想法是安尼啦，是你即个传统的政客吼，你拢无效啦，无能无力，无着啊，你爱出来一个足强的人，伊才会使甲美国吼，带去一个新的境界。啊，即款的想法哦，伫共和党内面哦，哦，足济。啊，外口呢？共和党以外呢，嘛有哦。
即、這个都你也使看起来，就是讲，伊伫共和党内面吼，你碾压所有的竞争者，拢是二十趴、三十趴的差距。啊，即边安怎解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嘛是真怀疑，我嘛真足个看吼，其他像 Florida， 即个，伊嘛是基本啊也真屌啊，伊嘛是真硬啊，但是。敢若啊，无够伊的支持度呢，无得甲伊比呢。无人甲伊比啊！可拜登嘛是安尼啊？你甲拜登甲川普的迄民调看卖的，也差不多差个五个百分点，五个百分点。嘛是拜登嘛是输啊！啊，即马变怎呢？即、這个阮来解释即个问题吼，甲迄德国迄阵的迄纳粹无共的所在是讲，纳粹是讲是外国甲伊。欺负伊老百姓是安尼想啊，哦，凡尔赛条约啊，是安怎？啊，这呢，唔是哦，这是讲我内面的人做了无好，阮才想要讲出一个强人。嗯，这是无同款的原因哦。啊，结果呢，可能是同款的哦。这问题就出在这啊，这要安怎解释？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啊。嗯，伊讲。你唔敢做，你唔敢做，我敢做。啊，你讲这些什么纪晓胖？哎，对啊，你讲纪晓胖，你拢你拜登有啥物在调？你啥物办法都无啊？啊，伊讲喂，我呢，我甲伊，我找一个拍篮球的，甲伊去卡电话，我就当去见伊。就是安尼啊。啊，普丁嘛是同款啊。普丁伊美国所有的学者也是伊的幕僚。都讲袂使，啊，因讲伊唔管啊，伊讲迄个普丁，伫迄个冰岛迄个雷克雅未克啊，迄是嘛足奇怪，伊是两个人，一人带一个，一人带一个安尼啊，敢安尼尔，安尼对谈，啥物人拢唔知，伊咧谈啥物，哎，即款的代志，敢发生伫美国，敢有可能，伊就是可能啊。啊，都是足奇怪，足无顺常的。啊，即马咧，啊即马也讲啊，习近平嘛是我的好朋友啊。嗯，安尼好啊。所以哪安尼看？台湾变喏。所以哪安尼看？愈独裁的人，愈有可能甲即个 Trump 达成某种诶沟通协议交换。Trading off something like that， 敢唔可能一定？我想吼，佮多讲就是外交吼，看起来敢若较虚啦，但是事实上就是安全佮经济。安全佮经济，佮多两位啊，包括三位拢有讲的吼。那安全方面，其实佮多讲较歹武器，上重要是讲即个人，尤其是佮多迄个面上是迄个交中国诶即方面啦。但是事实上，你也伊诶，对伊已经做过几任的总统了嘛？啊，伊即马开始竞选，伊嘛是讲足侪伊的理念嘛，哈。啊，伊的交伊第一届做总统，以及伊咧选总统的时阵，理念无啥物改变的，美国优先还是美国第一？好个，不管是安怎翻，重点就是你不管伫安全还是伫经济，你对即个方，假使伊也无改变，你就是安全，不管经济拢是。你就敢那，你即马是川普嘞？你即马是讲啊，美国啊要优先的时阵，你伫安全方面，要创啥物代志？对，伊要创啥物代志？安尼就是再去想看伊未来啊，万一那这个做总统的时阵，伊会安怎做 ？Damage control， 伊就是叫安全啊，经济安怎做？啊，较早讲的就是讲，伊这個人有一点啊，伊做生意做足久啊。啊，我个人的观察是，伊会使共进，伊会使交换。就是讲利益会使，利益会使交换，所以较早主持人讲的讲，是毋是较独裁的国家，啊是讲领导者较会使交易，会使讲，啊是迄是因为讲较独裁，甲迄个国家甲领导者，伊讲的就准算啊嘛，伊，假使两个啊讲的迄个利益，啊是讲伊互相当中诶讲的好势，伊就会使决定啊，啊但是民主国家可能较无法度，所以伊的要求。要求民主国家要做什么代志的时阵，民主国家咧欢迎，啊是讲要给伊答案的时间就较少。啊，我看伊敢那耐心嘛无足济，但讲伊的要求了，伊爱较紧，就爱有答案。
要，还是唔，还是要安怎？爱有一个答案，对对，一句话。但是民主国家可能无法度去适应伊的要求。那安尼看，伊甲习近平应该是两个较慢哦。理论上是安，但是我刚才有讲，就是讲伊开出来介绍，是唔是对方习近平会使接受啊？就讲啊，万一啊，伊的代价足大，大家中国干嘛讲啊？我干嘛无需要付遐多？当然这是会使互相的这个谈判。但是我一个想法，视为听起来看对啊唔对啊？其实伊啊甲习近平两个基本上拢是 populism， 拢是民粹，吼，用这个做对，吼啊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创。一个是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大方向；一个是用国家机器，吼，整个拢伊安尼落去做。所以我才会感觉讲。其实习近平虽然吼，昨我听一个政党的老前辈啊，伊咧预测啦，伊讲吼，虽然即马习近平是较介意甲拜登吼，已经习惯了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啊，大家好来好去，啊你一句我一句安尼啊，突然安尼，因较介意拜登啊，事实上应该是上后尾那是 Trump 来当美国当选。总统了，对中国会较好。较好的原因是啥物呢？是因为 Trump 伊无要做世界老大，吼、哦，恁大家吼，属龙甘想家己各自谋生谋生路啦。所以中国迄阵时就有机会。我唔知议长你有赞成这种？我赞成啊，因为啊，以这个观点来看，就是中国伊确实伊那今仔日是干那咧无用伊家己的代志，甚至是干那亚洲的代志。安尼可能无问题。开始伊也要行入世界，要做世界，甚至取代美国做老大。啊，对战后对二次大战了，拄到一个总统，伊是无想要做世界的领导者。哇，这无一定定定会拄到。啊，川普的拄到这个川普这个，伊会讲啊，我优先啊，啊我家己做好就好啊，我有我的利益就好，恁大家都唔通欠我。啊，剩的是不是要做世界的老大？无一定啊，伊会使孤立，对啊，孤立主义。啊！伊啊，惊这个时阵，这是较机会难得啦，会去拄到这款的领导者，所以中国万一伊的国策也是要行入世界，拄到这款的美国的领导者，其实是千载难逢，伊得爱把握。理论上是安尼啊。哇，来，郑老师，我个人吼是认为，川普会起来吼，甲美国是不是真正要行强邻的政治吼，无一定是100%有关系。重点是美国总统的选举的制度，即马来讲对共和党是有利，亲像台湾的立委选举的制度对国民党是有利是同款。亲像这边台湾的立委选举区域的民进党比国民党增加60,000票，但是席次较少。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这种吼，伊的代表性就是一定国民党赢嘛。亲像美国嘛是，所以吼，这个高雄立委有6%还是7%？八席，但是伊个人口是马祖的不止超过100倍以上，但是马祖一席啊。吼，这是咱宪法的设计，咱即摆无讲这個。美国嘛同款，美国咧为1992年到2020年总统选举有8届，这8届总统选举吼，共和党赢。选票的选民票就是比民主党较侪，总选票比民主党较侪一届尔，一届。但是总统8届选举，共和党赢三届。因为因的这选举人团呐。对，民主党赢5届尔，好，差不多无讲差较侪啦。所以咧，今麦重点就是美国吼，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对共和党有利。所以对川普来讲，因为伊伫共和党内部吼，募款的能力强，伊嘛上强啊，伊上强啊，而且咧，其他的人吼，拢有各种的拍算，吼，无法度结合变做一个反对川普的联，这个同盟，啊，所以咧，各种的机会的影响之下，变做伊即马伫共和党内底吼，是非常之勇。但是咧，头拄啊，亲像林老师讲的，伊阁有一个 Super Tuesday， 吼，超级拜二，就是足侪州吼共选举，14个州啦，14个州。
但是咧，川普代表共和党吼，嘛无一定代表到民主党，拜登一定是伫未来的选举一定会输，嘛无一定啦。好、哦，因为即马吼，即马民调看下伊足烂的咧，阁有一年的时间吼，足济的变数啦。十一月已经即马春潮哦，十个月左右，十个月无够，所以吼、啊，美国的政治安尼发安那发展，咱是唔知影啦。但是吼，重点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即马来讲，对共和党是较有利啦。但是咱台湾吼对美国的抗会吼，讲实在，过去拢是国会是咱的重点啊，因为吼行政的部门吼，伊有足侪的限制，然后足派拍入去。但是咧，美国的国会吼。对台湾是非常支持，这是事实，啊，这人人足感谢。但是咧，国会通过足侪法案吼，还是爱行政的部门去执行，爱去做嘛。亲像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台北法案，就是美国应该爱保护台湾的这个外交，吼，袂当让其他国家凊彩甲台湾断交断去。但是无卡大好，嘛是同款啊，嘛是同款。所以咧。我个人的意思就是吼，未来吼，这个美国是不是会认为支持台湾吼是一件成本足高的代志？这是足重要哦，因为头拄啊，你一定讲的足好，这个川普甲是这個中国是不是做什么交易？这当然是爱看伊的成本问题，但是咧，伊嘛爱考虑我咧政策，我假设我支持台湾，成本低还是高？因为美国支持台湾，中国一定袂爽嘛。中国一定采取各种的政策去反对美国，所以咧，美国支持台湾吼，嘛是有成本的，这是事实。以前拜登的时代吼，感觉讲美国甲中国是一个新的对抗，支持台湾是一个价值，是一个道德的价值。但是未来咧，假使这种道德的成分降低。变作讲利益的成分，佮中国看尔大，当然吼，伊嘛无一个民主，伊为着解决台湾问题吼，承诺美国足侪物件，好啦，我承诺互你啦，话台湾啦，我话过去以后吼，话以后吼，伊就无承认，避免亲像以前中国甲川普嘛谈贸易嘛，讲我开放进口偌侪美国嘅物件，结果买也嘛无嘛。中国的承诺是未当相信啦，但是咧，伊可能伫即种简单的代志吼，先和美国有淡薄仔利益，亲像俄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哦，我中国先卖较支持，即、這个北韩我先甲卖较支持，话处你伫中国对，唔是中国派的，美国对台湾问题吼，你让步，即我感觉伫川普来讲吼，可能伊现主席感觉我起来做总统吼。马上有成果，吼，这个对台湾来讲，吼，就是足大的挑战。他昨下张老师所讲的，吼，就是利益，啊，看你的 cost high， 看一些。但是，咱也知影，吼，尤其像林老师，恁有长期性的研究讲 geographical strategy 地缘政治，吼，这种物件，难道台湾在地缘政治上，在 Trump 的目睭内面？Nothing 吗？半导体啊，绝对是上重要。哈，好、哦、啊，但是咱知影就讲，这个半导体以川普的想法来对啊，盖好是台湾的投资，哈、哦，像台积电同款，哈、哦，啊，盖好是啊，台湾会当啊来支持美国有较济，哈、哦，有较济这个经济一部分啦，哈、哦，所以。以这个地缘战略哈，虽然讲台湾的四周围不管是这个钓鱼台哈，还是这个南海哈，其实以川普也任内，我那东西重的哦，唔是讲像奥巴马哦，我讲这个奥巴马总统以这个东海跟南海哦，伊要负足大足大的责任哈，因为。奥巴马虽然讲会得这诺贝尔和平奖，哦，差不多是伊阿伯做都多做总统的支出啊，哈，都多做总统的一张，啊，但是伊诺贝尔有一个亚太再平衡，嗯，好，啊，但是咱看起来讲，伊的目标甲伊的手段完全真无同款，无同款啦，伊就退出啦，伊就来减少
美国的国防预算。系啊，啊，伊是无讲足清楚，美国是毋是会去协助这个日本，以这个钓鱼台顶管受到这个中国不管是伊的海警还是船舰来进入到这个钓鱼台的周边，吼，一直到2014年，差不多危机差不多慢慢降低，吼，伊才开始讲足清楚，就是讲美国甲日本这个安保条约，伊的范围内底有包括日本做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对，奥巴马以及南海，那就赶快。你放弃。差不多2013年、2014、2015年，这习近平以及南海来填海造陆，做些人工岛礁，但是咱拢看见的，就奥巴马完全都无法度来阻止。但是这个2019的是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伊第一届讲啊足清楚。就是讲，菲律宾做占领的一挂岛礁，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一定按照这1951年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来协助菲律宾。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就算讲 Trump 是一个自我中心、美国利益中心的人。伊对着这地缘政治的战略，伊基本上也是会受掉的嘛。咱爱知影伊的口号啊，让美国重新伟大 ，Mega， 啊，美国第一。哎，美国第一的话，就是表示讲这中国，你要挑战。你倒水。像这老二啊，哈啊，中国是要做另一类的老大，哈，就是讲作者这全球南方的国家。依法都扣掉因的票，所以有足大的竞争，但是为这个川普伊的想法来讲啊，任何有法度来增加中国这个战略地缘的利益，这个是完全是无可能，啊，认为讲中国要来占美国的便宜，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个问题是未在，吼，爱转播啊，短转。所以咱头下讲起来，这 Trump 上台嘛，无一定讲是完全歹的代志哦。应该是安尼，有足侪部分啦。会使安尼想，我袂当讲啊，真简单啦，吼。一定。我是讲，我有一寡无同意的意见哈。奥巴马的时阵吼，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吼，也阁无遐歹啦。歹是。为什么人开始？是为川普开始。嗯，啊，川普看到这些代志啊，这贸易战啊，这什么战啊，拢开始啊。啊，奥巴马的时阵是讲，我反恐10年结束啊，啊，回头看一下咧，中国甲这个东南亚迄地区的国家，哦，拢合作啊，足好诶。啊，伊才想讲啊，我们要重返亚洲。伊要并过来，迄个时阵吼，甲中国的关系吼，才开始歹，才开始尔啦，才开始歹尔啦。所以讲，这两个，这奥巴马甲这个川普吼，迄时阵迄时代和迄情形是，嘿，迄情形是无共款的。啊，川普了后呢，就开始啊。啊，拜登即马呢，变本加厉。你敢唔同意林老师他所讲讲？基本上，因为 Trump 伊嘛是爱 Mega American Great Again，所以凡是会当阻挡伊变第一的中国，你袂当做第一，我拢会来去反对。就差不多啦，这是一方面啦。啊，各一方面呢，是讲我干那，我管我美国的代志就好啊。这有两方面的代，两方面的这个参数哦，都无共款的哦。那是讲一方面。中国上大的敌人，这是一方面。啊，各一方面呢，啊，真侪的代志哈，你家己韩国啊、日本啊、迄澳洲啊，你家己管就好啊。我都免开遐侪钱啦。他是讲北约是讲，哎，美国开的钱比迄个澳洲的迄个国家哦，啊，加起来搁较侪。啊，川普就讲，哎，袂使，啊，你都是
站外边。哇，一定你爱讲有 dark side 跟 bright side。对啊对啊，又无同款的战术。啊，你要安那做几个总结？啊，做歹做诶。啊，特别我头拄仔就讲啊，你看伊个内在的条件，是讲卡斯讲，你川普选举的时阵，拢无争议，啊，拢真顺利。啊，也毋过咧，无同的情形是安怎？是讲，甲顶届同款的情形出来，啊，川普可能是敢那赢一点啊，啊，可能有人讲啊，这有问题。哦，安尼代志都大条啊！这是讲，这是伊内面的讲，内面的情形。啊，外口的情形呢？外口的情形是讲，啊，迄个俄乌战争，我无咱的代志，无咱代志。我甲普京讲一下好啊，马赛都迄战争都停止啊。哦，安尼代志都大条安尼，啊，你要台湾变喏？所以说这无同款的战术、啊。这就是咱一直咧讲吼，谁来谁去，你们台湾变呐？一条大家张老师吼，剩三分钟吼，一条你简单讲者，咱国内无同款的党派，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还是民众党也好，在面对着未来美国总统，不管是拜登也 Trump， 对着这个小英路线，应该安怎来看待？我想即马赖总统伊嘛讲伊个维持小英路线嘛吼，在即个部分。那小英路线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咱行咱民主的道路嘛吼，咱也无要去挑战中共嘛吼，这应该是大方向正清楚。但是即马目前面对美国的领导战，要改换的时阵吼，不一定会换啦，但是万一来改换的时阵。因为这个川普虽然他都有讲吼，你不管是要武器还是无武器，只要你想伊的口号吼，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伊伫个安全方面，伫个经济方面，伊会安怎去想，伊会安怎去的政策，应该也对这个方向来想，应该因为伊做过一任嘛吼，所以应该也是会使去想啦。但是讲咱有愿意去这个配合，还是甚至付出迄个代价无？这可能咱来想清楚，那当然三党可能有无啥共款的这个想法啦。但是我是感觉伫个国会内底吼，吵吵也是最后还是要有一个结果啦，因为美国就是咧等你的结果。好，这是三党爱有一个结果来，张老师。我看吼，川普起来以后吼，可能对中国还是继续伊过去贸易啦，啥物种硬的立场，但是一定爱伊咧所有的美国的。这个朋友吼爱配合，所以台湾迄时阵一定予伊要求啊配合美国反中的政策，假使台湾配合，可能直接甲中国发生冲突，这是事实啦。因为台湾离中国近啊，无邦交啊，而且中国对台湾本来就野心嘛，所以呢，这是一个咱爱考虑的所在。另外就是国会的政党敢会配合，亲像以前的猪肉这种问题，假使呢，咱台湾。过去政策就是小英政府的政策，就是对美国足济对中国的硬的政策，咱是无配合。讲实在，咱无配合哦。亲像美国哦，迄个时阵讲中国的新疆的这种的无好的贸易的产品未当进口，咱无配合。哦，足济因为咱的利益跟美国无完全共款嘛。以后咧，假使咱无配合美国的利益，哦，当然对台湾来讲，无可能和中国直接报复。但是是不是和川普报复？好，这些就是一个台湾未来足歹处理的问题。好，假使台湾和川普感觉讲，你这个无忠诚啦，好，你这个不是美国好朋友，不是真正的好朋友，安尼吼，中国看到啊，安尼足好，七十年来统一台湾的机会吼，真正就来到。哦，这所以真正吼，因为。亲像沙威先生拢讲嘛，为什么拄到七十年来唔捌拄到状况？因为川普就是七十年来唔捌出现过嘅非传统嘅，唔是一个标准嘅美国嘅政治人物嘅总统嘛。好，所以未来形势当然嘛无一定同款啦。好，咱继续来观察林老师，上位。我是认为讲台湾应该爱去研究啊，吼，在闽南有可能川普佮做总统，伊嘅副总统嘅可能哦。这个名单啦，吼，
阿哥另外蔡明亮也去做国务卿，还是国防部长。哦，对。所以咱看见的过去来到台湾，这個、Robert O'Brien 哈、哦，啊，这个就讲台湾每一个人要有一个 AK-47，哎，对对对，一般的这个 O'Brien 国安顾问啦哈、哎，啊，有可能我来入去这个内阁来的 Mike Pompeo。我那是非常有可能，我那足大的可能性。联合没有弃船，就是讲2021年1月20日吧，上尾日啦，吼啊，没有放弃川普诶。我讲都有可能，佮赶快等于告这个川普啊，还是讲有机会等于白宫嘛。虽然有冤家啦。对啊，咱就知影讲吼，这个中国以最后一天来制裁24个。这是川普的官员，所以这个是问题，是咱这玩笑啊，结果啦。